因为奶哥需要道歉吗？我道歉好不好？下跪。他骂贱，骂贱。他表情有时候是蛮贱的。你很贱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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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身上所有的珠宝加起来多少钱？哦，总价。对，这个肯定要问一下 Trace， 因为这个是定制的，大概200多万左右。讲给媒体朋友发问哦。要问好回答的哦。可以想象你的珠宝收藏吗？珠宝收藏吗？其实我都是就是拿妈妈的比较快，因为我想说就是以后可以传承给我女儿，所以我都会用这个方式来跟我妈妈聊天。那我就说妈妈，妹妹戴应该也蛮漂亮的，然后我就会跟我女儿说去跟阿妈拿珠宝。台风天有做什么准备吗？有，我早上有去 Costco， 不知道有没有被拍。我会剪吗？我就知道来了吧。不是，我跟你说是这样子的，两个都是我的前辈，两个都很照顾我。我身为晚辈不能去评论长辈的事情，但是平心而论，这两个前辈都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人。这不是客套话或者场面话，因为我跟乃哥认识非常多年，我只要跟他工作，他都非常照顾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那我觉得很多的东西，我自己也是综艺咖，所以对于很多节目效果的事情，我自己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就我自己本人，但是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前辈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快快很好，一片和乐。因为乃哥需要道歉吗？我道歉好不好？下跪。不是啊，不是，因为这是个人感受的问题，我们旁观者哪能说什么，就是没办法去揣测这些别人的心意啦。对啊，对对对，还是乃哥也可以骂我，其实我 OK。 那你自己有什么地雷吗？就是被骂什么字你也会比较走心？网友骂过我很多东西，所以其实我现在好像都没什么感觉了。但我觉得我自己的底线是家人啦，就是你可以攻击我这个人，你可以说我长得不好看啊，你不喜欢我，你看不顺眼我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没关系。但我觉得不可以骂到家人的部分。他骂贱，骂贱。他表情有时候是蛮贱的。就是如果说是很熟的朋友，我们两个彼此互骂，那就是扯的。但如果说你说突然间走路上走过一个人，他在骂我，法院见。就是我觉得那不太一样吧。但我没办法预设那么多立场，因为毕竟我不是当事人。对啊，两个大哥大姐，对啊，希望他们好好的。胸口很红啊！胸口很红是因为你的问题很尖锐，再加上天气有点热，好不好？所以胸口有点潮红，不是更年期哦，先讲清楚哦。对对对，胸口有点，手臂小鼻青，太近，差点跌倒。所以我妈小时候都跟我说不可以做坏事，因为我这个胎记很好认。对对对，你很贱哎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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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受伤，他傲气了，他傲气了，你们都录下来了啊！啊，完蛋了，我得罪大哥了。不好意思，请帮我录一个道歉影片。我不应该激动的说出“你很贱”这三个字。对不起，我坏嘴巴，我不对，我过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不要写我不好，拜托，因为已经很多人写了。